遇，雨中的大闹和拥抱的甜美，青春的烦恼属于全人类，默默清楚我们的十八岁。我收集和他们每一次离别，风中的转身和眼泪的滋味，青春的烦恼留给每一位，悄悄怀念我们的十八岁。你好，十八岁，洋洋的目光看向最远的地方，出发去找梦想，真好。十八岁，热腾腾的海浪拥有最暖的力量，守护青春光芒。妈，哎，妈醒了。妈，你哪儿不舒服？你好点吗？醒了。嗯。秋啊，我能听见，我能听您说。秋，近没近？珍珍姐回来了，奶奶怎么样了？奶奶醒了，看着精神还行，别担心了。姐啊，我想去医院看奶奶。我也想去。我也想去。别去了吧，奶奶刚吃了点东西又睡了。这不，我都给撵回来了，回来收拾点东西，明天再送过去。要不这样吧，奶奶好些了，我们再去吧。好。回去睡吧，明天还得上课呢。对，明天还得上课呢，都回去睡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姐。拜拜，小传奇。拜拜，回去吧。要不我留下来帮帮你。没事吧，家里有我呢。好。哎，妈，你这干嘛呢？出院呢。我这都收拾好了，你去给我办那出院手续。不行不行，人家这医生没说让咱们出院呢。哎呀，我好胳膊好腿的，我出不出院还用他说？那不行，谁老在家说心脏难受心脏难受的？我那是吓唬你们的。不行，您这是真把我们吓着了，这回不检查完了咱不能出院。您别呢。妈，今天感觉怎么？哟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正好来了，他不给我办出院手续，你去给我办。您还真不能出院，您现在啊正处在观察期呢啊。你们两个，你，
哎呦，这是存心是气我们，没有啊，妈。你看，说来你难受了吧？就这还喊着出院呢。我是在医院的吃不好，低血糖了。那我这样，我出去给您买点合口的，好不好？你去吧，我在这陪着妈，快去啊。听话嘛啊。哎，晨晨，我妈给奶奶熬了点鸡汤，让我一块儿给送过去。走吧，我带着吧，你别折腾了。我想跟你一块儿去。我万一奶奶看见该多想啊。那我以后还不能去看奶奶了。那咱俩一块儿去，但是不能一起进去，千万别露馅了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给我拿着吧。妈，这橘子是刚买的。这卖橘子的说啊，这是酸甜的，肯定好吃，正好给您开开胃。奶奶，哎，来了。嗯，东西都带了吗？带了。奶奶，今儿感觉怎么样？啊，我没事儿。来，妈，吃个橘子。奶奶。哟，哎，您回来了。那个，我妈给奶奶熬的鸡汤。哎呦，赶紧称上奶奶喝了。谢谢啊，真是麻烦你妈了。没事没事。你们俩一块儿来的？啊，不是。没有奶奶，我比她晚来好几分钟呢。找凳子坐。坐。我坐坐。你怎么知道晨晨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奶奶，您问他是不是一起来的，他这估摸着也就是前后脚的事儿嘛。啊，猜的。刘医生，我妈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是吧？心衰。老人家的心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功能退化，身体机能和新陈代谢非常缓慢。您看，现在已经六月了，老人还穿着毛衣，而且丝毫感觉不到热。你们家里人还是要有心理准备啊，好吧？来啦，妈，来吃热吃，来。好，您坐这儿，来，搁这上面，热乎的。您看，妈，我不饿，您吃。忙活一上午了，能不饿？吃一。好吃好吃。真的。您尝尝。外面买的就是瞎糊弄人。那当然了。回家，晚上妈给你包牛肉馅饺子。哎，妈，您看您又给我挖坑。咱们呀，现在医院检查完了，您得配合医院，配合我和玉梅好好检查，然后再出院，再回家包饺子。别看着我吃，这大眼瞪小眼的，你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。妈，我现在主要任务啊，就是看着你。啊，单位那边我已经打好招呼。多吃点吧，我奶奶回来看你饿得这么瘦，又要心疼了。吃不下去。我爷爷当时就这样，送到医院就再也没出来。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
我奶奶肯定能活100岁。你们在广播站还有哪些磁带啊？我今天广播完给你们都带回来。今天就是最后一次广播了。各位同学，中午好，这里是校园之声，我是主持人周丽姿。我是主持人陈诚。今天是等待香港回归的最后一天，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为大家广播。期待今夜香港回归，也祝愿不久以后要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都能心想事成。从我第一次做校园广播到现在，每一次结束都会和大家说下期再见，到了真正结束的时刻，却不能再和大家说下期再见了。下面让我们共同欣赏小虎队的歌曲《再见》。好，那你们来了。啊，来，来，谢谢谢谢。挺好的，你啊。这两口子就想把我摁在这儿。现在医疗条件好，在医院要啥有啥。我就想回家，我想看香港回归。我妈这个病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们哥俩给我出个主意吧。婶儿那脾气咱们不是不知道，咱硬要跟她反着来，那心里肯定不痛快，还不如回家高高兴兴的。我现在知道你怎么想的，我就说我们家老家走那阵儿，总怕是有三长两短，觉得在医院里踏实，自己踏实了，老人嘛，受不少罪。没事想起来，哎，挺难受的呀。我听明白了，走，收拾东西回家。盼回来了，来婶儿，慢点慢点。哎呀，孩子们回来了，哎呀，孩子们回来了，哎呦，奶奶你可回来了。
奶奶要说话啊！啊，你我说两句啊。哎，我特别高兴，咱们小鸡街的好邻居、好孩子今天能聚在我们家，难得不容易。我谢谢大家。嗯，我这临闭眼之前呢，就两个愿望。啊，瞧您说的，听我说，一个，香港回归；二个，我晨晨能有个好归宿。晨晨，听见没有？奶奶，香港回归完还有澳门回归呢。对呀，奶奶，澳门回归的时候，咱肯定还得聚呢。对呀，就是这澳门回归完，咱还得一起过千禧年呢。嗯，给我们大家做个榜样，长命百岁。对对对，哎呦，妈，祝您健康长寿。来，咱大家一起来，健康长寿，咱们一块来，长命百岁，长寿。哎呦，谢了谢了。中国妇产开大货车娶媳妇。是啊，你们都躺下给我自己娶媳妇。那就行。你也可以。你不吃蒜？不吃。我也不爱吃蒜。啊，奶，我呀，我打小就喜欢吃蒜，真的。不信您问我爸。啊，是，确实爱吃蒜。对对对，这是有基因遗传。哦，那我们家程程可是也不爱吃蒜。是啊，啊，我也不爱。那没事啊，我喜欢吃啊。我也不爱吃。我也不爱吃。都巧不巧？要看呐，就过来大大方方的看啊，别在那偷偷摸摸的看了。我没看，我就是听听诗，是吧？哎，你说你们俩当初要选上了，是不是现在电视能看见你们俩？爸，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？谭鑫那鼓打的就别提了，那是瞎捣乱。要说可惜啊，丽兹挺可惜的。我觉得不是这样，咱家李子多才多艺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是不是？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播音主持新星大赛，我觉得你在这方面真的特别特别有潜力，去试试。谢谢老师。你在看什么？播音主持新星大赛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们老师给的。舅妈，我能不能参加这个比赛啊？哎呦，还有几天就高考了，等高考结束再考虑。可是这报名时间明天就截止了，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。你真想去？我觉得我找着自己喜欢并且想做的事儿了。丽兹广播确实做得挺好的，在学校里还有不少丽兹的广播迷呢。舅妈，我这次是真的想努力好好试试。明年我陪你报名去。真的？舅妈，快去吧去吧。谢谢舅妈。哎，直播快要开始了，再过来看吧。嗯。来。现在，联合王国国旗和香港旗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。
要不咱还是回去吧。为什么？这么多人，不可能娶我。不是你这孩子，来都来了，还不试试？这我这岁数都没退缩。您这是干嘛呢？小陈，我来。哎，小陈，啊，干嘛呢？来。我擦，您去看电视，您去看电视，走。你们什么都不让我做呀？是啊，好，您看电视。奶奶，我给您调个台，您看您想看什么啊？我来，您就踏实看电视就行了。奶奶，您干嘛？我想出去给你们买点苹果。我去买，我把这收拾完，我去买。耶，咱们小鸡街有人养鸟了？没有。奶奶，你听错了，哪有人养鸟啊？我耳朵还没聋呢啊！那我出去看看啊。苹果啊哪儿来的？肯定是我妈买的，放门口呢，忘拿进来了。奶奶，您吃吗？我给您洗。我觉得嘴里没味儿。哪儿的野猫啊？跑咱们墙根底下来了。我去把它撵走。你别去，程程你去。啊，行，我去看看。渴了。奶奶喜欢喝酸奶，去给奶奶喝酸奶。算了。我爸买的，肯定是我爸买的，然后放门口忘拿了。饿了，吃的罐头，什么罐头啊？黄桃罐，还有点心吗？什么都行。行了，把小猫叫进来吧。这一趟一趟的搬，可把我孙子累坏了。看，叫着。都到家门口了，怎么不进来？我这不是怕您看见我生气吗？晨晨已经把你们俩的事情告诉我了。啊？你都跟奶奶说了？没有。让我炸出来了吧？是不是傻？哎呀，你们俩这点猫腻事儿。你以为我老胡都看不出来呀？奶奶，
你听我解释。奶奶，您要怪就怪我吧，是我求小陈跟我在一起的。奶奶，其实我知道您是不放心把小陈交给我，以前是我不懂事儿，是我不懂得珍惜，也害小陈走了弯路。但是奶奶，我真的特别后悔，我就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挽留小陈，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勇气跟他说出来。奶奶，我真的不想让小陈再受一丁点委屈了，我这辈子非他不娶。你可要想明白了。我想明白了。只要你想明白了，你们怎么做，奶奶都依你们。哼，早说呀！早说，咱们也不用去相亲，还把人家忽悠得够呛。从小我们就被教导，分别的时候要互道再见，表达相聚时的欢心，寄托再次相见的期望。但那时的我们还并不知道，有些再见就是永别。怎么样，舅妈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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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挺好的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了？你这么说，我鸡皮疙瘩掉一地。懂不懂啊？这叫声情并茂。什么声情并茂？一听就是假的，一点儿不走心。别听他的啊！再来一遍。那舅妈，我再来个含蓄一点的。从小我们就被教导，分别的时候要互道再见。你这么说话，那评委都得吐了。那你想让我怎么着啊？不听不听不听！干嘛呀？那我欢快点念呀！那怎么弄啊？那你想让我怎么念？别别别！那么吵！妈，请进。谁来了？谁呀？阿姨是我，你们家没事吧？哎呦，志远啊！哎，快坐快坐。什么事儿？我哥们摄像机让你们一起过去。摄像机？哇，这老贵了吧，哥？特别贵的。盖，然后呢，这边得开机。啊，亮了。开了，开了。哎，大家过了，亮了。大哥，哎，爸，爸，看这儿，看这儿。哎，笑一个吧，笑一个。我们也要。开我妈，开我妈。没有，没有。哎，姐跟我说了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奶奶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开奶奶，开奶奶。开奶奶。把奶奶衣服扣子扣上。嗯，来，奶奶，看我这儿。站在衣服啊。笑啊，奶奶，看我这笑啊！看着我，哎呀，真好！你看那个拿机器那个小师傅，你也过来。哎，你过去，你过去。奶奶叫你，苗辉叫你了。我去啊！我来，我不叫你叫谁呀？来吧，哎，你慢点。我行。坐我这儿。哎，你对准了。我对准了，这不是妈在这儿。妈，您真精神啊！来，都准备啊！哎，都笑笑啊！一，妈看这，二，三，糖饼。我一动，那不都模糊了？奶奶，这是录像机，这是录像，不是照相。什么玩意儿？能动的，能动。你还得说话，你说句话，你对着这个说句话。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想说什么说什么。奶奶给你们烙糖饼吃。
这人就是嘴不好，爱叨叨。这么些年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没跟我红过脸。我知道，这是你的孝心，不跟我计较。没有，妈说的都对，我不听您的，听谁的呀？啊，以后我就不管了，家里的大事小情都要靠你。以后家里的碗筷都换成铝的，又轻又好洗，还不会碎。厨房的米面一进伏天容易长虫子，吃不了的就放冰箱里。那换季的衣服我都收拾好了，就放在柜子里头，需要的时候就上下一倒腾就行了。今天全靠大家一起帮着张罗了，我替我们家老太太谢谢大家。建国，咱们哥们儿之间不说这话。我们呢是侄儿看着长大的，看着我们成长，看着我们结婚生子，没少训斥我们，也没少教导我们。对我们来说，就像是自己的家人。建国，建国，哎呦，正宽，我们正宽。正宽，你怎么还赶回来了？我就是在天南海北，也得赶回来送送我婶儿。这样吧，咱们呀，买花，哎，买那种大的、那种高的树一样那种花，哎，放这儿怎么样？不挡着。买花啊，得有人伺候。咱每天都那么忙，那花几天没人浇啊，那不就都蔫了吗？你买它干嘛呀？可是你说吧，我忽然觉得啊，这屋啊大了好多，不添点东西觉得旷的慌。啊，来，吃汤饼。你别坐这儿，你还坐你原来那位置。哦，你这糖饼怎么烙的呢？这油油也不够，这糖都露出来了。还是妈烙的好吃。死的是，不是我。哎呀，真笨，玩几局输几局。再来一把吧。不玩了。你再帮我看看这。你这人见好就收，你能不能让我赢一把？八把玩八把输，怎么跟你玩？赶紧回去了，不然一会儿我奶奶又该说我。没事吧？你不会又难过了吧？没有，我就是说顺嘴了。干嘛你们给吓的？
没事啊，我先回去了啊。我也回去背词了。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，你又想哭就哭，反正这就咱俩，我也不会笑话。我没事儿，我就是有一点想我奶奶了，想奶奶给我烙的糖饼，想再听他再唠叨我几句，想着他吃饭的时候能把最好的一些吃的都给我。我，哎，我还没哭呢，你哭什么呀？你怎么都不哭了呀？因为我知道奶奶临走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，我不想让她放心不下的离开。哎呀，好了好了。起立！老师好，同学们好，请坐。哎，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这儿给你们上课了，明天你们就要奔赴高考的战场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嗯，明天进了考场。就跟平时做卷子一样，没什么好紧张的啊。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好的一届学生，所以我相信你们都能够发挥出好的成绩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同学们心里还像长了草一样啊。同学们都认真听我说啊，明天呢进入考场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不要进了考场之后又缺橡皮了，又没带笔了，进了考场没处可借啊，同学们。另外呢，我们同学啊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，马虎，本来会的就不多，再因为马虎扣的分儿，哭都没处哭去，同学们。还有啊，答完卷子之后不要急着交，认真的反复的进行检查，听明白没有，同学们？听见了。但是不管你们成绩好坏，你们都一样是老师心中的骄傲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下课吧。起立！老师再见。谭鑫这个孩子啊，其实行动能力还是很强的，他认准的事情、想做的事情，肯定会做到底。会很坚持，你又前进了两名，继续加油啊，不能骄傲。老师知道你很努力了，
继续加油，啊，给。哎呀，郭富城，其实你这个小脑瓜一点都不笨，就是没用的正地方。这段时间啊，把时间集中一下，往前冲一冲，好吧？同桌的女孩为了一封情书和我争吵。同学们再见。留的作业有时候吵，有时不交。老师会想念你们的。我们就唱着歌。加油啊，同学们！加油，爸爸加油！安静啊！志愿大神，能不能给我一支你经常用的笔啊？这不是马上快高考了吗？我想沾沾你考试的灵气。这叫平时不努力，临时抱佛脚。我这不就是想上一个大学吗？你让我抱佛脚，我抱抱也行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受不起。来，赐给你。谢谢大神。下一位。高主任，你把你最常用的那个笔给我吧。他经过你的培养，说不定明天在考场上就能自己答题了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新的，我没用过。来，这个。下一位。再给我橡皮吧。哎，这个不行。拿着就拿着，这小气劲儿。下一位。哎，我说你们这帮孩子明天就考试了，一个个都不睡觉，闹什么呢？他们说要摘下我的灵气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灵气。哦，哎，哥，啊，谭鑫在外面吗？谭鑫，没看见啊？怎么了？我出去一下。哎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我都要睡觉了。明天的东西收拾好了吗？我早都收拾好了。啊，那你再收拾一遍吧。什么意思啊？加油。
天说不定还要再考一次呢。又说大实话。你最后一题选什么？闭嘴！我们现在不想听到任何有关于考试的话。这个我在行，我们打游戏去吧。无聊，都高考完了，能不能干点有意义的事儿？哎，要不然我们去那楼顶上吧？难道你们不好奇从那楼顶上看学校是什么样子？走，我带你们去。走，走，走。对呀，以前早起的时候总希望快点离开这儿，现在突然让咱走，还有点舍不得。这有啥舍不得了？我跟你们爬了八楼，我可不是为了看这一片绿油油的。你能不能浪漫点？这多好看呀！就是嘛，解放了，毕业了，毕业了。老师你们好，我是周丽姿，今年18岁，是您高三的学生。从小我们就被教导，分别的时候要互道再见，表达相聚时候的欢欣，寄托再次相见的期望。那时候的我们还并不知道，有些再见就是永别。一转眼我们都已经长大到要接受至亲的亲人离开我们，要面临和儿时的伙伴各奔东西，要和校园的时光挥手告别。此时我们才明白，真正的离别是说不出再见的。零存争取，零存争取，才有人。